被两个男人宠。嗯哼，简直是情话小王子，霍思燕一脸宠溺。在本期《妈妈是超人》节目中，霍思燕让嗯哼给自己的入学考试卷上签字。回忆起当初的问题，嗯哼在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妈妈会不开心？嗯哼的回答是：我做错什么，妈妈都不会不高兴。霍思燕听完妈妈说的话，嗯哼突然表白起霍思燕，妈妈是开心果。听完嗯哼表白，霍思燕真是开心到飞起来，回复嗯哼说道：你才是妈妈的开心果，好有爱的相处方式呀。霍思燕和儿子一起吹口琴的霍思燕满脸都是幸福的样子，好甜。霍思燕真是被两个男人宠，嗯哼简直是情话小王子。霍思燕每次提到嗯哼和杜江的时候都是一脸宠溺，祝福这个幸福的小家庭。霍思燕听说点赞的人以后都不会哭哦。